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参观的是我们华山观子的观云 Villa。观云 Villa 它里面有26频道哦。对啊，参观的是106号房，来看一下。哇，空间好大哦。最近好喜欢开箱。对啊，房间，尤其是我没有住过的。好，那它床的尺寸呢？它这边的床的尺寸都是150。5×7，150×210，好，都是很大很舒服的两张大床，两张双人床。对，好，那这边呢就会有桌子、椅子、电视，基本的。我觉得他们这一间啊，他们的房间每一间就是有很大很大的什么长桌，很大很大的长桌，就是像我个人非常喜欢。然后他们呢很大的特色就是都会有可以连接蓝牙的音箱，对，我很喜欢的哦。来来来，哇，每间房间都配有这种。对啊，你看里面就可以放音乐。那你如果说想要放自己的蓝牙，对啊，你看，这里就是你看，哇，还有 feel 的。我真是第一次住到这种房间有喇叭的，有音乐可以马上播。太有 feel， 太有 feel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这边可以打牌吗？不知道。哇，然后啊，我看一下，从这边看过来，是，好，这边会有那个防蚊液，很贴心哦，防蚊液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就是伴着音乐来开始介绍。然后我们从刚刚有介绍到，就是他们会有拖鞋哦，好，他们会有副拖鞋，好，大人男生跟女生的，好，包包是我的，好，然后这边会有水果，还有饼干，小饼干点心。好，那这间有26频道，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，还有其他的空间在哪里呢？来，就是你看这是开放式的，就是衣架区，然后 Villa 它有浴缸，所以他们就会有这个浴袍，哎，提供在房间内使用的浴袍，还有他们的手提袋，很棒哦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一间，它有分两间，一间呢就是免治马桶间，然后另外一间就是干湿淋浴间，它是分离的。然后我觉得它，你看 Villa 的就是不一样，对啊，比较高档。嗯，好，然后今天刚好入住的是有小朋友，好，所以小朋友的小椅子啊，还有就是小澡盆，都可以哈，提早跟他们就是订房子的时候跟他们说预定，对。然后我觉得他们这边很棒的就是会有双洗手台，哇，他们每一间都会有双洗手台，两个洗手台就是怎么样，什么时候最好用，对，就是刷牙洗脸洗手的时候，大家不用在那边排队，不用排队。好，那他们会，我觉得他们很棒哦，就是会有那个像什么香皂啊，很有质感哈，然后。还有他们的沐浴乳、洗发精、乳液、润发乳都会有，会送给大家。好，那么看一下这边呢，这边会有什么矿泉水，还有泡茶的哦，泡茶的茶包也会有。对，好，那么来看一下。冰箱的部分呢，会有两瓶矿泉水，它因为它这一间是算双人的，好，所以就是两瓶，还有总共有六瓶，对。对，好，那小朋友部分有这个消毒锅，好棒哦！而且我觉得，你看这边有什么好处？哎，这样子哎，小朋友在泡澡，大人在那边滑手机，好像也不错，对不对？我们最想要找这种区域了。哇，这边是他们的洗澡的地方，泡澡的看一下浴缸哦。最棒的就是这里的啦。对 ，Villa 就是超棒，就是这一区。好，来看一下。这区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专属的浴缸，好棒哦！然后你看这边也可以直接冲澡玩水，小朋友这边玩得不亦乐乎，然后也不用担心外面的人可以看到你们，哇，真的，玩得很开心。然后这边旁边呢还有两张躺椅，像不像去外面的那个，对不对？高级饭店，对啊，自己躺在那边都不用跟人家抢，对啊，而且这边的米就是你们自己专属的空间，真的好，非常棒，我们就在这边结束吧。好，谢谢分享，拜拜。